发的滕玮柏头球传中，中国队头球再顶到禁区，再转移机会头球。进行到九分钟的时候，中国队的五号徐宏立了头功。注意看，先是头球，对方的后卫破坏掉，在门前的这个兵荒马乱之中，双方的争抢以后，由徐宏第二次头球攻门，这球顶得相当漂亮。后卫一个大脚踢出去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再来看一看。中国队要抢先，二号冯志刚功不可没，再由五号徐宏。中国队三名队员范志毅、黎兵，还有一名选手站在球前准备做配合。观众在喊进一个跑动射门，球门的这个横梁内侧，又弹到了白线的里边。这个球已经进了。